人做到，无分无怨的运命。怨一声，世事千万段，情字做难写，叹一声，心事百心痛。什么是输赢？一层过一层，一山过一山，回头一个看，回头真足疼。一阵风中冷冷的笑声。先生，多谢。多谢。洪桥兰啊，我顶摆听讲吼，你食歹巴肚，好大家俩准时有心。本来啊，我想要去看恁啦，啊，也唔过恁两个都出国去佚佗，害我拢无机会啊，甲恁关心一下。妮妮，我来出国就是惊讲我妈会细细念啦，所以才借题讲要看细婚啦。啊，你妈妈一刚刚都唔忙要抱孙啦。啊，恁这边安尼吼，空雷无好，啊，予伊安尼空欢喜一场哦，想着免不了爱念几句啊啦。啊，恁知影啥无？算恁巧。哎，讲只第一讲啦，玉兰啊，啊，眼角都敢那细准一个姑囝，你着爱赶紧生一个，安尼丽姐妈妈唔才会放心。丽娘啊，啊，即马玉兰暂时袂当有心啦，你莫阁鼓励伊啊。啊！你讲啥？玉兰暂时袂当有心哦。是啊，啊！这玉兰进前心脏开过刀啊，医生特别吩咐讲，因两三年来袂当有心生囡仔。原本这也无啥，啊，囡仔等两三年以后再来生，那有要紧啊？也毋过毋知是安怎，这乌心病哦，竟然认为讲，迄时骂硬逼玉兰一定要马上生，搁再来阮家，敢骂完搁遮厉害。啊！哎呦，这个乌相平吼，未输天下太平歹过哩。伊明明在阿嫂看到伊就掠讲啦，佫跳出来找伊冤家。安尼毋是顶日伫害恁？啊，身边也是玉兰的幼辈啦，还以为玉兰这嘛真正常的代志啊。大娘，这个乌相平吼，真正是行妖作怪，无敌无教啦。伊竟然佮我骂呛声讲，要叫我佮玉兰离婚啦。啊，哪安尼啦？大娘，丽姐妈妈的个性你嘛知影，我幼伯安尼讲叫我跟世尊离婚，丽姐妈妈其实嘛答应啊，叫我跟世尊哦，隔壁中就歹做人诶。大娘，是毋是咱请你替阮公证啊？是平娘来叫恁离婚呐，啊无怪哦，丽姐一声就答应了。好啦好啦，啊我替恁讲看卖。我嘛要去。啊？做伙去，更较有情啊！大娘，二娘，即马只有恁出面啦，才当让妈去较消的。嘿啦嘿啦，好啦，小芬姐啊，好我对啦，好吧。小龙啦，不点啦。哎呦，啊，恁两个来做伙来？啊，阿玲不知呀，恁两个好好啊，是？哎呦，贵个，我早都跟你讲过啊。那恁小芬心肝上软啦，你若有心甲忏悔吼，伊一定会原谅你的啦。对啦对啦，姊妹啊，大啦，安尼就对啊啦，我来泡茶吼。来来来，好啦，兄弟多谢吼。啊，是秀芬姐要来找你的啦，是我家己哦，爱考爱对咯，为了对伊来的啦。秀芬啊，
唔安尼啊啦，两个姊妹会使共出共力哦，迄就是好现象啊啦。我今日来吼是为着叫咱的代志要来甲你讲讲的啦。哎呦，我当咧奇怪尔哦，啥那大宝说伊两个遐紧就好好啊，原来恁两个佮含阿英啊联合做伙，要替叫咱来对付我这个大家就对了。冤枉哦，阿嫂。 你莫甲阮吼，甲阿英姐也做伙呢。我即嘛是以海蝶仔的小妹，你的小姑的身份来的哦。我嘛是真希望哦，玉兰赶紧有心替咱颜家加些几个囡仔。哎，啊，你甲新平遐的冲突哦，细准甲玉兰拢有甲我讲啊，哎，两个少年是无辜，你敢着一定爱逼因离婚？小君，若毋是乌心平走来到遮甲我呛声哦。 我袂含伊结亲的，要叫伊两个少年离婚啦。我烦恼的是，叫咱若袂生，我将来是要安怎叫含海蝶仔交代？哎，阿嫂个嘛有理啦，细水是孤囝呢。哎，真啊，啊有囝有囝命，无囝是天注定啦。啊，叫咱若真正袂生吼，伊若真正袂生哦，啊我唔得爱目睭金金看阮甲恁家绝后事。 大娘，大娘，你哪来？大娘，啊，坐啦。好好好，好来。大娘啊，是咪到哦？你会跟妈妈做伙来公司化文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爸爸就知影哦，一定真欢喜。我今日来吼，是有代志要找玉兰啊，玉兰啊。 我拄则有去找恁的姐妈妈讲过啊，伊是一时哦袂堪要去，唔才对新兄话要讲出。其实吼，伊无迄个意思爱恁离婚啦。玉兰啊，啊恁的姐妈妈虽然讲无要求恁着爱离婚，也毋过伊对你到底是会生也是袂生哦，嘛是真烦恼。这点哦，你甲细准哦，嘛袂用你放外挂哦，嘛爱想办法替你解决。 玉兰都已经真烦恼，啊！你甲公仔是要创哪啦？啊，本来就是安尼啊，你吼。小姐，你讲的照道理的，我咪讲，我咪讲。妈，安尼就对啊啦。公司的公事哦，就问你啦。啊，家内事哦，就大刘注意就好啊。对啦，妈，爸爸应该哦，是你啦。哎呦，这你保管就好啊嘛。 无爱啦，我逐工哦已经这无闲啊，搁报关这应感，足麻烦的呢。我若是有需要哦，我去大娘遐哦找你当着好啊。好啦好啦，我收就我收。哦，安尼哦，你才有机会哦去报庄找你大娘师奶对不？哼。玉兰啊，啊两年的时间哦，真紧就过去啊啦。 啊，这段时间哦，你着好好调养身体，啊，到时阵哦，生一个健健康康囡仔，互恁大家哦欢喜一下。你爱的人，若不是阮，声声着爱阮村，深深思念你，我对你真绵绵，不知是苦。
你要跟人家团圆会，这是妈的心愿呢，嘛是我做尴尬新妇应该尽的责任吗？你哦，就应该好好配合。尤兰，医生已经讲得真清楚，你是听无错，我是无可能让你冒着性命危险去生囝。就算咱两个只死人拢无囡仔，我嘛一直守在你身躯边啊。 卡输过咱两个人，只剩咱无囡仔，我都无命，倒来眼界你敢知影？我即马就惊看到日子妈妈一日到暗，伫咧遐吐大气，我真正比死佫较艰苦，所以我选择，我甲伊拼一届，无你看，大家拢会当欢喜啊？嗯？好啊啦，好啊啦，你是讲起来较轻松嘞。 你敢有替我想过？假使有一个万一，我无想要失去你嘞，我嘛无法度。 像啦，嘿，伯啊，世尊啊，嘿嘿，哪位过？伯啊，啊我应该甲你困好无？啊？你要陪我困哦，哪会对啦？你唔在伊陪哦，咱才对。哎呀，伯啊，啊我甲你讲，啊这尤兰哦，啊是坚持要生啦，所以哦，我就无愿意哦，甲伊同房。 这爱怪恁妈妈啦，恁妈妈都安尼三不五时吼，都伫咧讲团休会，代志，互杨兰伫咧艰苦啊。啊，杨兰在安尼拼生拼死，想要替咱安个公生一个后生。对啊，啊，若是真正参照医生所讲安尼哦，伫咧生产的时阵会有性命危险，我甘愿卖回安尼做啊。我再讲啊，嘛无一定讲头一胎就是查甫的，万一我拼第二胎呢？ 啊，万一若是无命，恁头一胎都生袂出来咧。对啦，这阿伯当理解啦，啊，我也会当体谅啦。也毋过咱眼界单团呢，啊，这代吼，全靠你甲玉兰，但玉兰的身躯够安尼吼，阿伯看了嘛，伫咧起烦恼，莫讲是恁妈妈咧，嗯。唉，这两天吼。 阿伯有陪恁妈妈去庙的求神托钵啊！我知影恁妈妈足着急啊！啊，我嘛有伫咧甲苦劝咧，叫伊莫常常踮迄落玉兰的鱼缸边哦，安尼哎哎杂杂啊，互人听了足艰苦的啦。哎，你还叫玉兰哦，对即行安尼听入去，啊，就对即行走，安尼就好啊，知啊？哎，回你啦，我已经决定啊啦，妈若是要抱孙哦，叫伊等两年以后啦。 哎呦，这人吼是来足歹讲的哦。啊，参照恁爸爸来，遐少年都来走啦。啊，恁妈妈吼，就算讲要嫁新妇的，这嘛无法度。伊毋只伫毋望你啦，甲玉兰啦。啊，你要叫玉兰吼，啊有心无着这性命的危险，这，哎呦，这人吼是人有影足歹做的啦。嘿，哎。 陈小姐，你交代我做的代志已经办好啊，你放心啦。
恁翁伫外面无找查某？我连哭，伊找的是查某，嘛无希望伊甲这个人做伙。王小姐，这个吴新平，你真正爱说伊。这个人哦，半暝若惊出门，鸡也看到会拍乌鸡，狗也看到会吹狗的。猫啊看到会吠猫啊吠，迄虾啊看到会倒向上。你是在讲啥？这人是鬼，伊无歹心是无错。门关起来。木莲，你找我，啊是不是有什么代志要烦我去做？李勇协秘书，你请请呢，我跟律师去办手续。哎呀，文玲啊，干到一定爱安尼啦，我已经知影是我唔对啦，请你给我过一摆机会好无？你是要爱过我，给你几届机会？顶届我去日本发现你的身份了，我就感觉真惊吓，想不到回来，佫发现你愈来愈侪秘密。我若是阁继续甲你做翁某落去，我看我无机会换命。哎呦，你胡白讲啥啦？文玲啊，我会问吧你这些代志哦，那是为我爱你啊。要不过我已经尽量在弥补啊，我已经惊失去你哦，再造成这么一个错误，干脆一定要做到这么绝啦。你料准我安尼做是无？自从我伫日本甲你熟识交往。一直甲你来台湾，咱两个决定要结婚。我一直感觉，我是全世界上幸福的人。本来以为会用找到咱的囡仔，享受美满的家庭生活，想袂到我把肚内的囡仔抱去了后。我的生活就开始变黑暗了。谁知啊？我唔但爱忍受失去囡仔的痛苦，我阁爱来接受我的后生是一个骗子的头家。我连我家养囡仔无去，我是要安怎阁继续跟你生活下去？文玲，我知影是我唔对，我用你忏悔，我今日要拜托，求伊原谅我，莫离开我。只要有你相撮，我保证用我一生，然后我弥补你、补偿你、疼惜你，你莫离开我无，文玲。你爱的人若不是阮，谁舍得爱分寸？深深思念你。我对你情绵绵，不知是苦也是甜。我知影是我唔对，我用你忏悔好无？我今日要拜托，我求伊原谅我，莫离开我。只要你相撮，我保证用我一生，然后我弥补你、补偿你、疼惜你，你莫离开我无？文玲，我拜托你，你莫离开我。你莫离开我，文玲。啊！你莫再讲那个话！我今晚就来，我爸当然是会记得，但是伊无应该来到这个世界，所以才会这么简单就老掉去。这个囡仔。是维持咱两个阿母感情上好的保障。既然伊知影，我来投胎，那就表示咱两个阿母会回家去啦。我唔管你讲啥，我是无可能答应，我绝对袂跟你离婚啦。
这是阮公司出的优良毒物，要参考看卖无？阮公司这组哦，得过新闻局的优良毒物奖。啊，厝内敢有囡仔？无哦，啊无，你应该买转去家己看啊。啊无，若是有需要，再麻烦你甲我介绍一下好无？好，多谢你，感谢。小姐，优良毒物奖参考。邱先生，这是阮公司哦出的优良毒物，就是好，参考看卖者。厝内敢有囡仔？有吼，啊无你看者，这其实哦对囡仔真好。你也帮这位小姐介绍一下好不？哦，好，先生你先看一下吼，歹势。周小姐，这是阮公司出的优良毒，啊，厝内有囡仔无？有吼，啊，无咱过来边看好不？好，谢谢。先生，请参考一下阮的优良毒，这是五岁到七岁小朋友最适合读的册哦。多谢你哦，谢谢哦。我事后再过来哦。慧文，太多你推销迄人客啊，一个买两套呢。我看袂出来你真正是一个推销高手哦。我唔是推销高手，我是诚心的推荐。一定好。啊，你新买人哪伫遮？啊，幼儿园内边小朋友是变哪？中岛小朋友食饱，拢会困中岛，所以袂去耽误着啦。对啊，我讲。你是讲你想要白手起家，我已经甲伊流参详过啊。自今日开始，我会甲你做伙拍拼，帮你白手起家。你的意思是讲，尽管我即马甲你求婚，你会愿意对我一世人接受？你也无甲我求婚啊，我是要安怎对你？假情即事啦！慧文，并不是我无愿意向你求婚啊。问题是你嘛知影讲我即卖我的事业较无稳定，啊，不过你放心，等我的事业较稳定咧，我一定正式向你求婚。那你到时阵你就是我门公的太太，我绝对袂像你即卖呢，和你当只吹风拍。就算我是吹风拍你。只要会当看到你，对着你，我就感觉足快乐，足满足啊！先生，麻烦参考一下，这是我公司出的优良毒物哦，就是下个月到七岁小朋友来读。慧文，多谢你在我上失意的时阵陪伴我、鼓励我，请你花一点的时间。我一定会成功，我一定给你一个你想要伫个温暖幸福的家庭。一定，恁回来啊！恁回来啊！今仔日做了啥款？敢有做到业绩？今日有一个高手甲我斗三跤，当然有卖出去，我今日卖五套嘞。而且有真侪家长吼表示伊有兴趣，拢有留电话甲地址给我。要约时间跟我谈。我想吼，这个月我都达成我的目标，我免阁看经理的面色。那讲吼，看经理的面色，迄嘛是种磨练啊。做一个业务员哦，唔是讲遐尼啊简单的代志啦。等下你若做熟手了后，啊有好业绩，到时阵我咧看，换迄个经理哦，我来甲你好咧啊。一定，多谢你啊！你今日甲慧文接我。你若通搞我遐客气啦，啊，正经你也讲育幼院帮忙遐尼啊多，啊，今仔日慧文会当甲你斗三工着，嘛算讲哦，借这机会来甲你答谢，啊，我嘛足欢喜的。啊，有影啦，啊，慧文甲我讲过，讲恁爸爸离家出走，啊，敢回来啊？这拢怪我啦。我不应该甲阮爸讲，我想要离开阮妈出国。啊，阮爸因为无想要让阮妈受到伤害，唔才离家出走。是安尼哦。做爸母的哦，对囝儿是谁付出，总是无代价。这嘛是恁爸爸对你的一种爱心，你来当去甲体会，安尼是多好啊。对啊，文公，爱对恁爸爸有信心。无得靠，即马阿伯伊伫一个所在认真思考，
等到伊受痛啊，昨天就会回来啊。而且吼，我阿母遐尔好的太太，阿伯唔敢离开伤久啦。你莫烦恼，吼。你是无消息无？有啦，我有录到因约伫外面讲话内容。啊，是安怎？其实我想足久的，唔知影这要予你，还卖予你。要毋过以我的专业，我的道德良心，我感觉你应该有知影权利。听你安尼讲，敢若代志真严重共款。只要看个人安怎想啦。你家慢慢听。你听煞以后，你家做决定，看要留来，不爱留落来。你放心啦，我踏出这个门以后，我就会袂记我接这个 case， 我会甲别人讲，甚至细准。好啦，我代志好哩。唔免啦，王小姐，唔免客气啦。这动作哦，啥秘书，免费精神。其实我唔细准，嘛真份好心平。这段录音是为着要录出马卡专工长等着的，王小姐，我嘛希望讲你找到证据，利用争取你的权益。王小姐，你免客气，以后有啥物需要，你再打电话吧。来，我先来走。啥拢袂用伤害，你无伤害伊，燕归即摆已经逼你要离婚啊！你有啥物好留恋啊？迄是我对不起，我无应该欺骗你。我即个嘛等于努力，想要我甲伊关系，我啥物伊关系？我甲你讲过偌济遍，千万唔通叫感情甲你束缚，安尼害死你家己啦！你爱谨记在心，好个再囡仔流散，要若无你一世人甲文玲啊！就高低未煞，会记的，感情是害死人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为着钱，我连你都会当出卖？咱无共款，咱是白囝。白囝就是无共款，只要咱白囝同心，狗屎拢会当变黄金。是白阿囝，阿燕妮，阿燕妮，阿先生，我到底是为什么？文玲，那先坐。你起小心嘛，哪有人怕人啊？你跟欧新平是啥物关系？你哪用安尼问啊？啊，欧新平，就你介绍我熟悉啊，你敢袂记啊？
你找人宽松我，这就是你讲的你要调查我的方法啦。伊跟你什么关系？我跟伊真的关系拢无。何新平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跟伊一点关系拢无啊！伊是你的爸爸。你变我的皮箱。那张相片我看到啊。你妈妈少年的时阵，跟欧新平到底有相片？相片还我。你要提相片？会用的。你跟协议书签签的，该是你的物件，我会还你。你马上离开王家。想要再来看到你，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两个人已经走到这个地步？因为我讲过啊，讲一间白贼的人，后盖就爱讲更加侪白贼来伊即马讲的白贼。你甲欧新平同款，一世人白贼话是讲不完的。你是安怎要接近我？是为着阮王家的财产，也是为着要甲欧新平斗相共夺出阮海宝？不是，我认识你的时候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王邦雄的查某囝。你是人开始交往了，我才知影，你知影无？你从来无甲我讲有关我是平的代志。你甲我讲你的爸爸已经死啊，我到今嘛感到伤心。都不是我替你这番照顾，我是不是答应讲我和你起码一世人？我是平发生乌卡斯。我是安怎来当作外人？伊无这个资格，我嘛无可能认伊。敢是？录音机顶块不是安尼讲的。道上，你是咧干什么事无？我袂搁再相信你讲的话啊！投资开发案，遐个钱是甲朋友借来投资的，是安那？你的银行口袋内底拢是欧新平汇入来的钱。是安那饭水怎会这么轻松就写同意书给你？就是因为整个开发案的幕后主使者，就是欧新平甲你。你到底有啥物企图？等你囡仔无去，你就把所有责任拢送给大兄。你就是要逼大兄离开海邦，拖累大家就是嘛？不是，不是安尼。是，就是安尼。想袂到你是一个这么恐怖的人。我困在你的身躯边这么久，我从来都不知道你的假面具。我到底是做什么去，才会去怀念你？你又该是什么款的人？你想要变你这个小孩子？你想做什么想的？不要！你看你就跟我讲。我想你，我为着要医一个病残，我就一再犯错。敢讲你真正袂当原谅我？袂用的，你嘛知影，阮爸阮妈，兄弟姊妹一家大细拢真怨找欧新平，为着叫人家细准要结婚，引起偌大风波。想袂到你竟然是欧新平的亲生囝！袂用，
相爱明明是咱两个人，这跟你的家庭有啥物关系？相爱的迄两个人，应该是伫个东家的永惠酒家。当你知影我是王邦勇的查某囝开始，你这个拢已经改变了。你若爱我，你不要连一再来伤害我、欺骗我。什么是爱？你根本就不懂。我本来想要去跟这个未婚夫生活斗阵啊。你把离婚协议书签签的，从今以后。你是生是死，跟我完全拢无关系。阿玲，我真正知影我，你敢袂当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？
在寂寞的青春，看见窗外的云，往事一阵又一阵。你的情是伤心目屎眷。对啊，你就算算，咱家计较好吧。阿贤做出这款代志，我哪会歹甲伊计较？文英，即摆囡仔已经无去啊，就算你甲伊计较，囡仔嘛无可能回来啊。我唔是咧讲囡仔无去的代志，你看。你看阿贤。银行的口座出了什么款的钱项？阮客妹那汇这么多钱花去，而且阿贤哥把这些钱阁汇入去爱邦，敢讲客妹就是投资完的幕后金主？我唔对，阿贤自头到尾拢甲欧新杰咧交代。店铺的开发会出这么多问题，我看根本就是欧新平、金淑阿贤在背后变鬼变怪。